欢迎来到 QQ 六十，我是杰米露。今天要挑战我们 QQ 六十的就是黄迪君，走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迪君，我的新专辑《另存寂寞》已经发行了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哦。请唱出 C major seven 的主声音。哆咪嗦。今天早上几点起床？最拿手的一道菜。麻婆豆腐。巴哈肖邦莫扎特谁最早出生？巴哈。新专辑的主打歌叫什么？另存寂寞。新专辑的名称是？另存寂寞。请用一种动物形容自己。狗。小时候的绰号是什么？没有。最近看了一部电影。跟谁看？小时候偶像是谁？李玟。从开始化妆到出门要多久时间？20分钟。在征婚启事里面，你叫我什么名字？刘雅竹。最近被告白是什么时候？10年前。忠孝东路、新一路、捷敏路，最喜欢哪一条路？最满意自己身上哪一个器官？眼睛。经纪人最常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一台正常的钢琴有几个黑键？这我不知道。如果有时光机的话，想回到古代还是未来？未来。请跟粉丝分享一句给你最多力量的话。加油好吗？